拜拜拜拜，快点去快点去，拜拜，不然迟到了，快点快点。Hello， 我是杨慈修。夏天到了，女孩们是不是最期待穿无袖的衣服呢？今天就教各位如何在家里训练到你的拜拜袖，让你的拜拜袖拜拜哦。准备好了吗？准备好了。好，来，我们来第一个动作。第一个动作，我们往下哦。一，身体要再下去哦。下不去。有没有感觉到你的拜拜袖的地方在用力？有。有。一。二。我们想穿无袖的衣服。香。还可以吗？可以。好，那我们再来第二组动作，这叫做熊走路。一，往前走。可以吗？可以。二，回来。好酸。哎，很酸，对不对？前走，前爬。一。还好吗？来，我们撑住，再来一次。好酸。来，撑住。最后一下，一，往前。来，膝盖不能撑哦。好，那我们做三到五组。好，这个就是我们今天的两组告别拜拜袖的活动。好，然后你的左手上来压，往左压，有没有感觉到拉到有拜拜袖的地方？有哎，有，这个就是做我们肱三头的伸展。